你在干？等你叫我？不是啊，这才是正中间啦。我们来六福村。哦耶，好口碑要毕业了。还没有啦，不要乱说啦。我们还要继续赚得盆满钵满哎。那你上一次来六福村是什么时候？我上次来应该是五六年前的时候。哦，是不是跟前男友、啊？不是，我跟螃蟹来的。好可悲哦。那时候不是常常会有那个情侣接吻之后进去免费吗？对啊，但我那时候没有。那你跟螃蟹如果打几折，你们愿意接吻进去？要看八折以下我才会。你那么不想跟螃蟹亲？不是啊，九折太少了吧？九折就亲给人家看，很廉价哎。好了，我们赶快进去买票，不然到时候人满为患。我买，你在这边等我就好了。哦，你要付钱哦。哎，泡泡袜。对啊，我今天很 old school 哎。好可爱哦。哈一来就是红毛猩猩，红毛 Becky， 哎，我在这里啦，分不出来，很明显 Becky，你看他回应我了，他没有。哇，你看他手是凹着的耶。哇，他又凹了。对呀、啊，飞机好奇怪。哎，飞机今天有点不一样。你看好多人在跟我打招呼。飞机见面会在六福村稳定展出中。好可爱哦！哎，好小哦，我可以这样子捧着哎。感觉你三口。三口就吃掉了，很可爱，好可爱哦、喔！这次好可爱，这次接不到业配。对啊，一个人坐在这里。你觉得胡蒙如果变成兽娘，会是怎么样形象？感觉是小小只，然后很灵巧哦，一定是捕食，然后萝莉，萝莉的感觉哦，那是好可爱，互相的，这里在。再来跟人要一千块，贪心对决。还有很多那个，你记得那水敏哦，水敏，水敏，那不要我，水敏，水敏兽娘，水，哎，喜欢长腿控的可以水敏兽娘，哎，我有个问题耶，为什么都没有秃鹰兽娘？要弄得好看很难吧？可是你是会师哎。可以吧，古一法师，他应该也算一种秃鹰兽娘。他看起来好像秃鹰，我就回不去了。而且还会飞耶。那你知道为什么秃鹰头会秃吗？哎，我不知道哎。因为他们要把头塞到动物的尸体里面吃肉，然后他怕会有细菌粘到他的毛发上，所以他们就秃头。哎，很合理，因为你看鸵鸟也是秃秃的。对，他们就是要塞到洞里面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好可爱呀、啊！你舔舔吗？哇，好色、喔！怎么嘞？啊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眼睛长方形吗？为什么？他们是草食动物，草食他们要这样看，才要看视野广，才会知道有没有狩猎者啊！好酷哦！然后你看猫科动物，眼睛都是那个尖的，因为他们要瞄准哦，然后冲去咬。那我看呢？你跟红毛猩猩同，红毛猩猩哪一种啦？哎，如果红毛猩猩兽娘的话，就是你了。那还蛮可爱的吧？哎，你知道国外常常有山羊被强暴？有，我觉得好可怜。他们有一种山羊屁股长得跟人那个屁股一模一样。我觉得那个真的太犯规了，那不论是谁都受不了。所以如果臀控的话，就可以选择山羊。对不对？你说是不是？你说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哇，可爱哟、哦！谁很漂亮？我最漂亮的羊羊。我最漂亮。好可爱哟、哦！快睡着了，对不对？哇，你上的是跟动物有可以沟通。我是白雪公主，白虎公主。今天是。观众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我们来
六福村怎么来看动物，不是去玩那个云霄飞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很胆小。不是，这也是有一部分，因为我们就有旅费赞助商。哇，计划送娘婆到。哇，好可爱哦，史上最具人性的婆系卡牌手游来啦。感谢飞鸿的神约。この番組は飛鸿の神約エコカリプス。看后面，哇，好可爱哦！我还有尾巴哎，这个很可爱。我是白虎娘，我有白虎娘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它里面都是立会做的很精美的兽啊！我的立会很挑剔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你知道事前登入第一个就是好色龙？屁呀！你不要在那边乱讲。我们拿人家的旅费，想说也可以回馈给他们一点东西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找一些兽娘，让那些会师参考一下。对，他们都坐在电脑前面，一定没有机会来动物园。看哪只最色？我目前排名第一名是秃鹰。哎，草泥马。好可爱哦！他们不是都会吐口水，我们要离他们远一点。哎，小泥马的脚都内八，很可爱。哦，是哦，那他们跟日本女生一样，都是内八。哇，他们兽娘化的话，一定是鸭子座。哦，对对对，这样子的，然后毛茸茸，攻击是吐口水攻击。太恶了吧？那又美少女会吐口水，爱洗脸。我这洗脸方式有点 hardcore。你可以吐口水吐得很可爱吗？停下来！我只是叫你假装，我要在证明贝基平常不吐口水，他只是谁 Q 到他，他都会表演而已。哎，好可爱哦！啊，他躺着，他躺着。哎，你确定你还要带着这个吗？不可爱吗？还是会很像阿姨？那我要拿。蛮可爱的啦，带了，带了，带了。好啦，可爱，可爱。这是空的吧？什么是空的？这个啊，我在踩啊，我也在踩，我也在踩。那你先停，我们都先停下来。好啊。哎，真的也要自己踩？对，是因为我刚踩的比你用力，太辛苦了吧？哇，有个上坡。哎，这好冷啊！好冷啊！好冷！好冷！好冷！这个也太难了，好重，好重。等一下，那我们不要弄，会往后吗？哎，不会哎，但早就知道不要踩。你有看过猴娘吗？我好像有，因为有些会把那个孙悟空女版化。哦，其实蛮可爱，因为耳朵就大大的。对，我觉得我的脚真的要曝光了。穿裙子，我也会啊。猴子，啊，好可爱，可爱哦！你看它也是大叔座哎。如果这是娘的话，一定超可爱，尤其是那个尾巴，蓬松蓬松。而且我觉得它一定是魔法师。哦，魔法师真的。I like to move it, move it。那左边这个是不是就不太吸引人？台湾猕猴娘，台湾猕猴现在已经不是保育类了，真的哦，很凶哎。对啊，我目前还是觉得红毛猩猩兽娘化最可爱了。我觉得这个猴子的冠军应该是那个马达加斯加猴，最可爱，不是红毛猩猩。你还记得这个设定吗？我很想当那个的第一名。你接受了？我接受。人家都是跟什么网红美女比，你是跟猴子比，你很开心。宁为鸡首，不为牛后啊！好没尊严。宁为猴首，宁为猴首，不为人后。时间要到了吧？为什么你要用跑的？因为我拿到钱预算，我就飘了。我订了一个秘密活动，救急野兽监禁龙卫石秀。多少钱？一千。两个人一千。一个人一千，好快哦！我知道明天，然后三个月才等到这一个，为什么不把钱存下来？那我就想说有一笔预算，但是有点权力，我就飘了。你拿到魔戒，我是咕噜。好，那看这边哦。哇！认真上过一点，那种被抢住的。好。来喽，鲜肉，新鲜的肉，我是嫩妹，嫩妹，你是老肉，这个看起来好期待哦，好少人哦，哎，这个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哇，要关笼了，三节不烦呢。
车在开的时候都不要站起来哦。那如果说你们真的觉得这个车很晃怎么办？就可以加着你们前方的 M 型杆哦，那个就是你们的安全带哦，不然会被撞到地上。对，然后再来呢，再来的话就是等一下我进到动物国家之后呢，会有几个情况。那我正式进到动物国家了，所以左右边看一下这是谁的家哦。好，好难猜耶。白虎，白虎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先看小短筒里面的这只老虎，好美哦。对，它叫小雪。小雪。然后后面那两个哥哥叫做小白跟小球，他们合称白雪球。哦，白雪球。合称白雪球，他们是三胞胎哦。好漂亮，不像假的哦。他们会认人吗？他们会哦，他们会认他们是日元哦，他们会有。哇，好可爱哦。他会撒娇吗？会哦。他怎么撒娇？小时候他们跟妈妈的时候，那妈妈都是用这个，它会发出一个声音哦，对，它会发出这个声音跟那小老虎沟通哦。它过来这边，我要飞机。快些快些，开开。是啊，它过来，我要飞机。哇哇，好大只，好大只。来了，啊，大家准备好了。好，向前坐着喽，阿峰。阿峰的脚脚太可爱了，老脚。那白虎和黄虎呢？其实我觉得黄虎比较性感，嗯，我也觉得比较有野的感觉。对，但我觉得你最性感，红毛红毛 number one。好扯哦，对，他会自己把它真的很漂亮哎，我也觉得很漂亮，解析度好高。对，很像在看解析度很高的 Discovery。好，去下一站。哎，贝基，你看这一只，哎，那个的鸡鸡掉下来，掉地上。他们不会收起来的，这样不会沾到土吗？他们没有关系，等一下他不会被柏油路刮到吗？他收进去很痛，他们不在，他们不在乎哦，他们无所谓，柏油路无所谓啊，他们尿尿也是直接坐着就尿了。觉得他刚刚猴王有上我们的车吗？有，在车头。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他在那里看，猴王都会在最高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答对了，猴王不会来这边，猴王会在那个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哇，最高的地方那个就是猴王啊。你很了解废系的社会。知らないですよ。拜拜，拜拜。有一只白虎跑出来了，好好玩哦。对啊，好好玩哦。感谢飞鸿的神约，真的感谢，让我大傻逼。我的证书，哎，很漂亮哎，漂亮，超可爱的。你在遮什么？还在遮？我告诉你，你的年纪。那你这间逛下来，你觉得哪一个给那个会师做参考会比较好？最色、最适合做 SSR 的角色？白虎哦，对啊，他就冷冷的，他很漂亮的在那里，然后毛茸茸的，男生一定会很想抽，受不了。对啊。然后我觉得狐獴一定也很可爱，狐獴哦，对啊，可是狐獴好像肥料，一抓一大把的那种，最后都要融合起来去滋养老虎。哦，对，他们一大群，对啊，而且我看他们的例会画得很好，哎，哦，对，很少有崩的地方。你好像玩游戏都是看例会为主，当然啦，我要氪金，我当然看角色香不香啊，不然怎么画得下去？对啊，一定要的吧。那里面的角色你觉得哪个最好看？里面我觉得那个双马很漂亮，哇，你喜欢那么重口，全裸，哇，应该把它放在影片的这边吗？敢啊，但我还是会稍微打一下火马，我们还是要盈利的。我最喜欢白兔啊，白兔那个也很可爱哦，只要有人头发是银白色，我就受不了哦。对，我们都喜欢白色的东西，对，那个双马也有一点点是白色的，而且除了例会之外，好像飞鸿的神约的他的声优阵容也非常豪华哦。哦，那种像狂搓那角色，让他们嗷嗷叫。这样子吗？好好好好好好，大变态。どうかと行きますよ。さあ行きましょう。生き残れるのは進化できるものである。锅巴羊肉，羊肉面线，少一串的烤羊还在。其实是有心的。
真的假的啦？不是做效果，是很好吃。哇，羊又可爱又好吃。可爱不是它真的太好吃了。对不起了，羊羊。六福村很冷，羊羊在这边泡温泉。好口碑，快好口碑。好像哦。白兔太可爱，嘿嘿，这边有那个，我有在买票的时候看到有那个小丑套装，你可以穿着小丑服在里面。到底谁去六福村想要扮小丑？狗啊！那个大魔王，你已经不会念了。你已经不是忠诚的勾二帮了，我现在已经选边站，自从乌俄战争之后，我已经选边站了。哦，水军，水军，水军。